大家好，祖叔叔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龙年身体生龙活虎，妻子龙章凤彩，生活鱼龙百变，事业云起龙香，万事龙昌长虎。按往年惯例，年夜饭是这一年祖叔秀的终章，还是老规矩，祖叔今天休假在家，就是为给家人们做一顿年夜饭。来看一下，我今年准备了点啥，四个凉菜，西芹开阳，四喜烤麸，菜是凤爪，茄子起司牛卵，六个叶菜，鲍鱼红烧肉，蒜蓉白子虾仁，黄豆芽炒榨菜，糖醋泡白绿，葱烧海参，家常炒三丝，一个汤羹，鲜肉鱼肚羹，两个甜点，红运当头年糕，起司蛋糕。祖父一边做菜一边拍，下面是一些菜的制作过程。就像这一岁初，新年万物的复苏，祝大家一个春风。